是我觉得面包超人。变好人了。啊，变好人了。对。因为这个里面变成，还是里面。那要怎么样再变一次坏人？变成这样。这个大象，大象村呢，里面这有怪人出来了哦。就变成黑色的、啊。戴上去玩。太暗了吧，这样。这样就是变身的过程。对。我记得年纪在，我都安尼上。如果啊，有这样的东西，那就可以从中得到乐趣。对呀、啊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黑色螺旋，哇！你这次变成黑色螺旋面包超人了，哎，还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坏人。你是坏人啊！那你要攻击妈妈哦。攻击啊！你在虚温。我攻击这个椅子。可给不顾了，什么机会？我攻击椅子。攻击椅子啊！黑色螺旋超人。黑色螺旋谁的？滚！啊！靠力车要做到失败也很困难。五五坡。Excuse me。黑色螺旋可带。啊，也使用高力车炒苦瓜，炒那个咸蛋啊。黑色螺旋可带。高力车炒那个。黑色螺旋可带。黑色螺旋扯淡，变动菜。黑色螺旋扯淡。黑色螺旋扯淡。咸蛋一定是苦瓜嘛？空。黑色螺旋扯淡。黑色螺旋扯淡。